那我们接下来的议程是由白金级赞助商国泰金控的 Victor 带来的演讲，中文长文本语义理解。那时间是半个小时，那我们就欢迎 Victor 带来的演讲。OK，大家好，那我是国泰金控的 Victor，那我是在国泰金控 DDT 的资料科学实验室，然后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中文的长文本语义理解。好，那我先来一个轻松的自我介绍，稍微简介一下我自己。好，那我的英文名叫 Victor，那我刚刚有说我是在国泰金控的资料科学的实验室，然后我是 Data Scientist。那我的专长研究呢，就是 machine learning 跟 NLP 相关的技术。好，然后除了这个工作的专长之外，然后我有一些兴趣呢，包括了听音乐啊，或是玩一些乐器，或者是我最近培养了一个新的兴趣，在学滑板。好，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我今天的分享。哦，对，这边是我的 GitHub 账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follow 一下。那我的账号非常简单，就是 Victor 的 Vic，然后 for code 就是我的GitHub 账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follow 我的GitHub，对，差点讲成 Instagram。OK，好，那今天要分享的 agenda 呢，主要可以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我觉得introduction 一下，我今天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第二个章节呢，就是讲一下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那这个问题呢，包括两个面向，一个叫做 information extraction 跟 task classification，这两个就是 NLP 常见的任务。那第三个章节是在讲一下长文本的问题，因为其实 NLP 在用 pre-trained model 的时候，很常遇到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 GPU memory 不够，那你文本超级长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没办法做训练，或者是你必须要用很贵的、很高规格的 GPU 才有办法做到训练这件事情。那我们这边有一些小技巧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最后是一些我们做一些实验的结果，还有一些结论。好，很快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任务的一些介绍。那我在介绍这个任务之前，我先讲一下我这边用的框架是什么，因为毕竟这是 PyCon 嘛，所以要讲一些跟 Python 相关的技术。那我这边的框架呢，是用一个大家可能都大家或多或少有听过，是百度提出来一个框架叫做 Pedal NLP。那 Pedal NLP 它的核心其实是 Pedal Pedal。那 Pedal Pedal 的核心概念其实有点像是 PyTorch 或是 TensorFlow 那样，它是一个做深度学习的一个框架。那 PaddlePaddle 它其实根据各种 multimedia 领域，它都有对应的套件，譬如说 Paddle 好像还有 object detection 还是 CV 相关的，或是 speech 相关。反正 Paddle 其实它包含了很多就是 multimedia 的技术都在里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为什么选择 Paddle NLP 呢？因为 Paddle NLP 算是在中文领域做 NLP 最大的一个框架吧。对，好，那所以我就选择了 Pedal NLP 当做我的 framework。好，那我接下来就正式讲一下这个任务在解决什么样问题。首先，假设我们手上有一个很长的文本，像这个文本呢是一个法院的判决书。那法院判决书，我们对于一个就是法律相关的人士来讲，他想要从法院判决书里面萃取出一些很重要的资讯，那我们就想要整理成这样子的格式，比如说，法院相关人士，他想要知道这个判决书他的法院是什么啊，然后原告是谁，或是工作损失，或是有提到一些可能是一些车祸事件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体伤的叙述。那我们就想要把这个文本处理成一个结构化的资料。好，那下面是一篇病患的病例。那同样的，对于医师人员来讲，他们也会希望从这些很长文本里面萃取出重要的资讯。那他们萃取出这些重要的资讯之后，就可以在他们的资料库建立一个比较结构化的资料，然后你可以去找相似的案件啊，可能做些后续的分析。对，那其实根据这些资讯，它可以按照 NLP 的技术分成两种性质，一个叫做它有一些资讯的性质是跟 information extraction 有关，就是资讯截取有关的，那它是会截取出文章段落的叙述。那另外一个就是文本分类有关的资讯。对，是我们回去看稍微看一下是有哪些，譬如说受伤部位，它是可能是你的头部啊、手部啊，或者上臂、小腿，那这些可能就是一个分类的问题。那假设它是要知道说法院是哪一个法院的话，它就是一个资讯截取的问题。好，
那我们如果用模型的流程来看的话，其实模型它想要做到的事情是这样子：假设有个文本的 input， 那我希望用两个模型，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information extraction 跟 text classification 这两个模型，把这个文本变成一个结构化的资讯，或是说 structured data。对，那今天我要分享整个模型的流程就是这个。好，那我这边有引用两篇 paper， 其实这边两个 paper 呢，就是在去年的 SL， 就是 NLP 最大的一个 conference， 然后还有 Triple AI 今年的 Triple AI 的一个 paper。那这两个 paper 就是在 information extraction 跟 text classification 用到的 model 技术，就是引用自这两个 paper。好，那我先来讲一下 information extraction 这个任务。那我这边我 information extraction 我也是用一个 pretrain 模型。那这个 pretrain 模型呢，它叫做 UIE， 那它的全名就叫做 Univers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那它这个 paper 它提出来的概念就是想要把文本变成结构化的资讯。那其实就是回到我最前面想要从这个文本变成结构化资讯这个任务的主轴。好，那它这个 model 怎么 pretrain 呢？假设这是一个文本要丢到这个模型里面。好，现在有一句话叫做1997年的时候 Steve Jobs 他非常的兴奋，变成了那个 Apple 的 CEO。 好，那 UIE 的设计他就把这句话用四个不同的 NLP 下游任务来重新包装，因为他想要从不同的 NLP 任务之间，想要从不同 NLP 任务他可以互相有互惠的一些作用。譬如说他就把这个文本呢分成四个任务，分别是 NER 跟 Relation Extraction、 Event Detection 跟 Sentiment Extraction。 那这四个 NLP 的效果任务呢，原本传统上它可能都是独立的任务，可是假设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Multitask 的任务的话，它可以从不同任务之间可以对于这个文本的语义理解有更多不同的面向。那所以 UIE 就是 Pretrain 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而且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它设计了，因为原本这四个任务它的 token 可能设计都不一样，可是它就用一个 universal 的方式，把原本的 entity 的东西就用 spot 这个 token 来代表，然后如果是 relation 就是用 association 这个橘色的 token 来代表，所以它就等于说把整个 information extraction 相关的跟 information extraction 相关的四个任务呢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 universal 的训练。对，那这是这个 model。在 pretrain 的时候的概念，那它基本上它的 pretrain model 也是跟 BERT 很像的这种 pretrain model。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怎么使用呢？因为在我们这个 study 里面，我们是可能是研究那个病患病例的叙述，或者是法院判决书，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很简单，就把我们的文本转成它的格式。那我们前面一样用 spot 的 token， 然后中间可能有一些 relation， 但是以我们这个 case 来说，我们是做一个 NER 的任务，所以假设如果我们要 fine tune 在 NER 任务上面的话，它大概就会长这样。对，那它的 output 呢就会包含了 entity type 跟那个 entity text， 它的文字是什么，以及这个文字出现段落的 index。 好，那前面刚刚讲的是 information extraction， 我们这次这个 session 这个 modeling 的过程用到的方法。那接下来讲一下文本分类的问题。好，那文本分类一样，我们也是用了一个 pretrain 的模型。那 pretrain 模型它这边我们是用 USM， 那它的英文呢是 Universal Semantic Matching。 那它做到的事情，它是想要 improve UIE， 因为原本的 UIE 它是有四个不同的 multitask。 那个USM 的话，它是 Universal Semantic Matching， 它想要更简化 token 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把所有 token 不要再分成什么 spot association， 它直接变成 L。 那 L 的意思就是 label 的意思，它想要看假设你这个你的 prompt 是一个 label， 那这个 label 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字叙述，它想看说这些 label 跟 text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它中间设计了两个概念，就是structuring 的过程跟 conceptualizing 的过程，就是结构化跟概念化的过程。那它这边就会设计一些label token 之间的 link， 或者是 label text 的 link， 或者是 text 本身自己的 link。那最后这个 model 呢，它就是把这些 label token 做一些 interaction 相乘之后，它会得到一个结构化的输出。它基本上也是一个 information extraction 的那个任务。对，那它这边跟 UIE 的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把原本 multitask 是四个分开的东西，它把它合在一起，它用一个更 universal 的方式来描述 information extraction 这件事情。那可是
在 Paddle 官方就是他有提到他用 USM 来做文本分类，所以其实这个虽然本质上它是一个 information extraction 的 model， 但是它其实可以转成是一个分类问题的 model。那也就是我们把这个 output motion output 呢，把它设计成像是我们这边如果是做一个 multi label 的分类问题的话，它就可以转成像这样子。假设我们今天的文本 input 是一个也是判决书，然后我想知道这个判决书里面它这篇判决书它到底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是怎么样的案件。对，那我们这边有一些对应的 label，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定义的 label 做一些 multi label 的 classification。对，那它这个 model 如果是接在分类问题的话，它就变成叫做 UTC， 可是它其实背后的本质，它的核心还是 USM。对，好，那讲完了这个两个技术，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是 information extraction 跟 text classification。那我们来讲一下长文本的一些问题。长文本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做模型训练的时候，很常会遇到 GPU 的 memory 不够问题。如果我们钱不够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比较低成就是没有那么昂贵的机器来做模型训练。那这时候，假设如果你今天文本超级长，譬如说法院判决书，大家知道法院判决书通常一篇都几个字吗？大概都5000以上的字，可能到7000、8000都有。所以如果我们直接把整个法院判决书来做处理的话，那它其实就会遇到这个 memory 的问题，它就会假设因为一般常用的可能像我们这边是用 Tesla T4 NVIDIA Tesla T4 或是你可以用一些什么3080 3090 4090等等等，那一般比较经济实惠的 memory 大概都是 16G， 所以它的文本它的 pre-trained 模型大概顶多吃个2048个 token 就已经极限了。对，那假设你超过这个长度的话，就会变得很难处理，因为可能你重要的资讯都在后面，但是你因为模型的 memory 限制，你只能做出有效的长度的处理，所以就变成这样。在 Paddle NLP 官方，Paddle 官方，它处理这个长文本的方法呢，是假设这个长度文本长度超过2048的话，假设今天的文本是10000字好了。那它只会保留前面2048，也就是说它会把后面的文本自动丢弃。那这是它预设的做法。当然，我们可以把丢弃的那些文本再做一些 chunk， 然后把它组回来。可是它预设的做法就是只留下前面。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有 information missing 的问题，我们就会失去掉重要后面可能重要资讯会出现在后面段落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呢？不过我先在讲怎么解决之前，先讲一个议题。可是这个长文本真的对 NLP 任务来说会是一个问题吗？那其实因为我前面 model 有提到我们这边有两个任务嘛，就是 information extraction 跟文本分类，就是 text classification。 那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这两个任务到底会不会被长文本影响。其实在 information extraction 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长文本切成 chunks。 那因为 information extraction 它的目标是找出这个文本里面的 index 到底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切成 chunk 之后，你看那个灰色的地方，就是假设这个灰色段落，这边有这个游标吗？对，OK， 这个灰色，假设这个 chunks 里面没有我们需要的资讯，那它就会 output 的是一个空的东西。所以如果把文本切成 chunks， 对 information extraction 任务来说其实是可以做的，因为它就会有每个 chunks 对应的答案。然后蓝色那一块呢，就是假设它有标准答案出现在这段落，它就会可以算 loss。那因为这个 information extraction 它的特性就是在看 index 这件事情，所以它本质上用 chunks 就可以解决。但是假如你做文本分类的话，你必须看完整个文章，你才能做出它这篇文章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分类资讯。所以那这个对长文本对分类问题来说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关键的叙述到底出现在哪里。好，那我们这边就提出一个方法来想办法解决这样长文本的问题。对，那我刚刚这边再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information extraction 这个任务啊，因为它本质上是看 index， 所以它可以根据 chunks 来做 loss 没问题。那可是如果你做分类的话，就会遇到长文本的问题。好，那一般长文本怎么解？通常就是把文章切成好几个 chunk， 然后分别喂到 model 嘛，然后做一些 aggregation， 或者是用一些 recurrent 的机制来处理。那再来就是把文本变短，或者是做一些 summary。对，好，那我就示意一下这几个解法。
第一个是 trunking 就是把长文本切成 trunk， 然后可能那些 trunk 之间会有些 overlap， 然后再丢给 model 做训练。那训练model output 可能做一些 aggregation， 再根据你最终的任务去做一个 loss 的计算。或者是你用 recurrent 的机制 ，recurrent 机制呢，就是在 model 后面，像是大家可能听过 XLNet， 那它就会用一些 memory 的 layer 来存前一个状态，然后再把前一个状态当做模型的 output， 再把前一个状态当做模型的 input， 然后再一直持续这样 recurrent 下去。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做 shortening， 就是把文本变短，或者是做 summarization。那我们其实这几个方法都有尝试过，其实我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把文本变短，或者做 summarize。对，因为大家想想看，假设一个超长文本，它重要的资讯一定只会集中在几个段落嘛？那其他叙述可能都是对这个文本，或是对我们对 care 的人来说，我们只 care 重要的资讯，那其他都是 noise。对，所以其实 shortening 或是 summarization 就是去掉 noise 的过程。那假设我们如果只关心在那个，我们从这些超长文本直接取出我们有兴趣的这些段落，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长文本的问题了呢？好，那我们后续，最后有一个实验的结果，就是我有把 chunking 跟 recurrent 的机制，还有 shortening 的一些模型表现秀出来给大家看。那我们发现其实对 shortening 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的解法呢？怎么解？就是我们想到一个用，其实也。大家应该都想得到，就是 two stage solution， 那就是结合我前面提到的 UIE 跟 UTC 这两个模型。那怎么做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先 fine tune 一个 UIE。那为什么要 fine tune？ 我们 fine tune 这个 UIE 的目标是要找出我们有兴趣的段落，也就是我们希望这个 UIE 模型呢，它的 output 是跟 label 有关的叙述。然后，那跟 label 有关的叙述可能有好几个，所以我们假设这边有两个输出，那我们找到这些shortening 完之后的这些 description 之后，我们把它 concat 在一起，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短的文本，而且它是已经去掉 noise 了，所以我们就先 fine tune 一个 UIE 模型，达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把长文本变成一个比较短的文本。对，如果以法文判决书为例的话，可能是10000字的文本，那我们这边 UIE 的输出，我们长度可以做一个调整。那我们这边是说到只有768个字，也就是说从10000个字里面找出真的跟分类问题有关的这些叙述的段落只有768个字。然后这时候我们在第二个 stage 呢，就是直接训练一个 UTC 的模型。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做分类模型之前呢，就先处理了，先把这个文本变短，然后是用前面 UIE 的方式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好，那我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这些模型方法它的一些实验结果。好，首先来看一下 information extraction。information extraction 呢，这个 baseline 我们是用 zero shot UIE。zero shot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 train 这个 UIE。那我们直接拿来用的话，它是有一些 performance， 可是效果蛮差的，大概 precision recall F1 大概都不到0.3左右这样。那假设我们 fine tune UIE 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提升，可以到 F1 就可以到 0.8。 那因为就是这边的 data set， 因为可能跟涉及商业机密，所以我就没有秀出来我们实际做了什么样的 data。 好，那可以看到 UIE 的这个 fine tune 之后，它的效果是提升蛮多的。那其实我们这边有做用 GPT 3.5 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们乍看之下， GPT 3.5 为什么它的 performance 那么低？其实对，因为我们这边的设计 UIE 它的 output 呢，它是看那个文本的 index 嘛，那所以 GPT 它是一个生成式的模型，那它擅长的应该是做一些 summarize 或是做一些文本的生成，所以当然我们设计一些 prompt 让它最后的输出是可以符合，就是我们希望这个 GPT 输出那个文本的 index 到底在哪里，但是因为 GPT 它是一个生成式模型，所以它可能对于找这种 index 会有一些偏差。那其实这个任务对 GPT 来说有点难，因为我们是叫它找那个index 嘛，所以它的 performance 会看起来比较低。但是我们这边的比较基准其实是比 index 到底是多少，而不是 GPT 抓出来的文字是什么。所以也许我们看 GPT 抓出来的文字来再来做比较的话，也许它的 performance 还是会比较好。只是我们这边的结果是用
UIE 当初在算 matrix 的时候，它是用 index 来看，所以乍看之下会比较差。但其实 GPT 应该是办得到，只是对，可能会有一些成本的问题。好，那刚刚是讲 information extraction 嘛，那这边是讲分类 text classification 的结果。那我们的 baseline 是用一个叫做 ERNIE 的模型，那 ERNIE 其实也是跟 BERT 很像的这种 pre-trained 模型。那基本上它可以直接用，那它的那个 performance 大概就是不到 0.5 F1 不到 0.5。 那假设我们把文本做 chunking， 然后做 aggregation 也是 ERNIE 的话，可以发现的确在 chunking 之后它的结果 performance 有上升一点点，但是它也是到不到 0.6 的 F1。 那 recurrent 的话我们是用 XLNet， 那我们大概它的 performance 也大概到 0.5 多，基本上都比 baseline 好。对，那假设我们直接用 UTC， 就是有UTC 它的核心是 USM 嘛，就是 Universal 的 Semantic Matching。 假设我们用这个 model 的话，那假设它有，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调，前面的文本有做 trunk 的话，它其实也有一定的水准。那可以看到它的 precision 可以到 0.8， 可是它 F1 大概从 0.4 到 0.66 左右有一些提升，但是没有提升很多。那假设我们把在 UTC 前面挂一个 UIE， 然后再做 fine tune 的话，其实可以看到 performance 就提升很多。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前面 stage one 先挂一个 UIE 的方式，先把重要的跟 label 有关的叙述截取出来的话，它其实在分类效果上面就会提升很多。其实也蛮直觉的啦，大家应该都可以想得到，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大家应该都想得到。好，那我们这有一个 GPT 3的，也是一样有一个 GPT 3.5 的比较。那可以看到 GPT 3.5 就会其实还不错啊， 0.7， 但是其实这个 GPT 3.5 啊，它吃的就是超长文本，它是没有切过的。那其实 GPT 3.5 大家也知道，它应该也会有一个 token 限制，我忘记是多少，好像一两万吗？还是那是 GPT 4的，有点忘记实际的数字。不过 GPT 3.5 就是它其实还是本质上还是有一个token 长度的限制。对，好，那这是我这个实验的结果。那我这边就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结论。那其实大家应该都非常知道现在的趋势，就是 few shot prompt learning 呢其实是很有前景的。不管是 GPT 它的本身的 prompt learning 的想法，或者是information extraction， UI UTC 它这些其实也是基于 prompt learning 来做到的那个 fine tune。 对，那其实 prompt learning 就是现在应该非常火红的一个技术。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把文本，如果超长，你遇到超长文本的话，你就可以用这种 two stage 的方式。你可以前面先用 information extraction 来把它变短，然后再做你后续的分类任务。那它其实是蛮有效的，就从刚刚的结果来看的话。好，那这是我的一些 reference。 那这边 reference 就包括了刚刚提到的 Pedal NLP 以及 UIE 跟 USM 这两个 paper。那对，他们都是去年跟今年发表在 NLP 或是AI Top Conference 里面发表的 paper。 那我觉得这两个 paper 蛮好的。对，那我今天分享非常快，那就分享到这里。那假设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职缺有兴趣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来加入我们。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谢谢来自白金赞助商国泰的 Victor，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时间。那我看一下，看一下，好，那我直接从这里看好了。应该可以。好，那我就照现在的热门的排序来问问题。
那第一个是，请问 UIE 在文本在处理其他语言，例如越南文、柬埔寨文的状况如何？好，其实 UIE 这个模型它是 pretrain 在中文的文本，所以越南文或柬埔寨文的话，当然就是要重新 train 一个这样子的模型，所以对，应该是越南文应该不太 OK。好，那第二个问题，我就直接回答吗？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在跑 ？Parallel NLP 翻译上说新增词库。基本上 Parallel NLP 它就不是用词库的方法，它是 tokenization 嘛，那它就没有什么断词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把中文全部切成一个方块字，然后来做一些譬如说 sentence piece 的这种 tokenization 的方法来做出来。然后IE 的实验结果要附一下，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因为这个 session 我怕时间的关系，但我们其实有做这些 detail 的比较，因为毕竟对我们在做分类的时候，其实要 care 有没有一些 data imbalance 的问题。那其实每个 label 的表现确实有差异，所以我们只是没有秀出来，因为我怕时间不够，或者是资讯太爆炸，在这个30分钟的时间内要呈现的话，也会有一些理解困难。但是我们确实有做这个结果。好，然后第三个问题，超长文本要多长？其实这应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你 pretrain model 的极限，你超过这个极限，基本上就是超长文本。譬如说你用 GPT， 那你打这个 GPT API 的时候，假设你喂一个小说《哈利波特》进去，那一定爆炸，对不对？好，那还有什么问题 ？Parallel NLP， 这刚刚回答过了。然后写的最后一个是 OpenAI Ada 把文本生成的 embedding vector 做 similarity， 想知道做 label 的时候，长文本的 label 要怎么定义？那个 label 就是其实你想要看你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你想要把这篇文章做什么样的归类嘛？譬如说这篇新闻它是体育新闻，或者是娱乐新闻，或者是政治新闻、社会新闻等等，那这些就是你 care 的 label， 所以这个 label 其实是取决于你自己感兴趣的 label 是什么。就是譬如说，医师人员他想要，他关心的这些 label， 他就要自己整理出来。对，那 slide 的连接 ，slide 的连接应该是可以提供的吧？对不对 ？slide 连接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放在那个共笔，然后共笔可以从 Discord 里面取得，或者是官网也可以看得到共笔连接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请讲者提供在共笔那边好了。那时间是还有还有两分钟。OK， 好，那现在专案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应该是取决于开发者的能力，对不对？对，所以好像蛮 depends 的。对，那下一个问题 ，Parallel NLP 跟 LangChain 之间要怎么选择？他们应该。LangChain 是不是比较是偏 trade 吧？就是就我的粗浅的理解，应该是设计一些 prompt， 然后很多 prompt 就组成一个 chain 嘛，然后去做出，可能我记得它是跟 trade 比较有关吧，但我不去 Parallel NLP 有可能也有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文心一言还是哪里，就是他们 pretrain model 就是跟 GPT PK 的一个 LLM 还是什么的，那也许这块可以去，大家可以去 study， 但。它好像也不是什么选择问题，应该是要看你怎么定义你的任务的问题是什么。对，然后 UIE 可以做无监督式学习吗？做关键字，其实 UIE 因为它本身已经看过大量的中文文本了，所以你可以拿它做 zero shot，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没问题。那如果它的概念是很 general 的话，你下一个 general 的 prompt 基本上是会有一个不错的 output。譬如说你为判决书，那你问他说，法官或是法院。那他其实基本上是可以找出法院是哪一个法院的资讯，所以他的 baseline 或者说 zero shot 的使用方面，他的 performance 已经还不错，所以还蛮好用，我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做使用。就假设要做一些中文的任务的时候，其实他繁体跟简体都有，所以资源度蛮高的。然后接下来什么长文本制作成短文的时候，因为缩减，对，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它是一个 summarization。假设你做 summarization 的话，它就会有你可能会牺牲掉重要资讯的这种问题。可是我们是用 UIE， 就是我们 UIE 的方式是截取出那个文章的段落，所以它是不会 miss 掉。那它假设你把那个 UIE tune 到一个跟你 label 真的很有关的话，那它output 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完整的
文本中的句子，那他只是把重要的段落截取出来。好，那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感谢 Victor 的演讲跟回答。那会后如果会众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会议室外面找 Victor， 或者是到他们国泰的摊位做更深入的交流。那这个 session 就到这边，下一个议程会是5分钟后4点开始，谢谢大家。